还是不行。这个电机开起来就直接爆电闸，而且会爆三个电闸。啊，直接把这个闸给干了。这个闸，这个闸干掉了。这个闸也干掉了，这个闸也跳了。这个闸干掉了。哪一个？这个。一下跳两个闸。然后上面那个总闸也跳了。上面的总闸也跳了。上一级也跳了，跳三个闸。嗯。这就不是电机的问题啊，这是进线，这不三个进线，这不两台电机，这是进线，这是两台电机，对，星角启动，对，星角启动，哪一组？这一组，这个也换了，这个才刚换的。星启动正常，角运行的时候就跳闸，换了新的交流接触器还是跳，这是短路，是吧？嗯，这是短路。那个运行没问题。二号没问题。二号运行没问题。啊、就一号。对，一号。我先上去让它吸合一下看看，主电先不送电。主电不送电，先让它吸合一下看看。主电不送电不跳闸是吧？是之前我得拆掉这个。这是个风星。风星。你看能不能撑开是吧？嗯，对。很明显打过火，短路打火。这是主的，这三个接触器都要拆开看看。打开主接触器，是的，这是昨天刚换的新的。你看，应该短路短的挺厉害，昨天又凉了，是吧？嗯。可以启动一下试试。它这个启动之前需要拆掉主线、主电源线，不然的话，带电操作会直接爆电闸的。开始了。嗯，好，启动。启动吸合。几秒钟设定的？同时吸合呀。断开了吧？断。再重新吸一下看看。行。这个吸，然后一会儿它吸合，它就断开，它断开。两个啪啪声。它两个。它，哎呦，吓我一跳。不行，这就不行。这就不行，这就不行。哎呀，这样直接就爆了。嗯，都爆了。那启动一下，我看时间接电器是哪一 个？我看时间接电器是哪一个？哦，这一个。你把电池了。这个时间接电器。这个时间接电器。你给他，他手里在床上说什么？嗯。没断开。我给换个时间接电器啊。挺吓人的，对吧？要是带电的话，直接就爆了。带电给我爆了吗？直接就爆了。试试。再启动。再启动。吸合好。还是不行，不是时间接电器的问题。你捋一下呗。时间接电器，触点。找触点的原因，是不是这个触点不正常呢？用望远表测每个触点在接触器吸合和不吸合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开、常闭都正常，但是测的还都正常。然后就是捋电路，因为没有电路图，所以说看着线号，一边看一边画图。就是我得搞清楚它这个电路是怎么运行的，延时断开，延时闭合，然后互锁，然后接的都对，电路捋两遍确实没问题。那个23它通的时候它就断开，它闭合的时候它也就闭合啊，它断开它闭合它断开，然后开门，它怎么来回吸呢？
如果说吧，239断开看一下，39我给它断开看一下，39，41我给它断开一下看看，41给它断开看一下。跳了以后，应该它是吸合的，我手动给它吸合一下，看它瞬间它瞬间吸合了一下，这个就很讨厌。下边 PM 它又瞬间吸合。瞬间吸合了一下，现在行风，现在行起，然后开始，好，现在应该它吸合了，你看我给你快一点就没事，快一点就没事，慢了它就不行。但是我一松手，它下边这个风行接触器就吸合，这是不对的。触电反应慢，好，那我试一下，我给慢一点，看，触电反应慢。现在这种现象直接整迷糊了。这个时候我甚至怀疑接触器不好，但是上下两个接触器都不好吗？摁快了一点问题没有，摁慢了它就会有一个瞬间吸合和断开，而且是松开这个接触器下边就吸合，这是不正常的。现场也尝试了把这路交流接触器替换掉，换成这一个好的交流接触器看一下，还是那种情况，上下两个接触器交替的吸合，还得查电路。现场那个电路图捋了一遍，是这样的，火线停止启动，然后就这一系列，这个是主交流接触器，这是时间继电器线圈，这是开 M2， 就是刚才我手摁的那一个，这是开 M3。 你看了啊，它这个电路我感觉有问题，我捋的是这个样的。还有啊，当按下启动的时候，这是23，然后这是通的，它会顺着这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的一个触点，直接开 M3 吸合，这是风行，风行，它吸合。开 M3 就闭合以后开 M1 主交流接触器就吸合，它吸合，然后同时时间继电器也吸合，时间继电器设定几秒以后，它的这个触点会断开，它会闭合，它闭合给谁呢？闭合给它，这一个就会断开，开 M3 就是兴起就结束了。同时它闭合接通那个脚运行，它不通电它是闭合的。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，它一得电它断开，它也断开，它断开这个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就没有电，没有电会怎么样？没有电它就闭合，它就断开。所以说它俩就嘎叽嘎叽，它的同时，它断它吸，它吸它断。它只要吸合它就断，它断它就接通，它一接通它就吸合，所以就导致了这种现象。我觉得它电路中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是开 M 几啊？开 M2。这个就相当于一个自锁，就是能给它瞬间通上电以后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导致它的触点断开，它不吸合，断开它不得电，它接通也不要紧，它断开也不要紧，这个电会一直有。所以说缺这么一路，明天再去现场再查一下。你修不好不甘心呢，确实这一块没注意到，没捋到。
因为修的比较仓促，继续接着修，得让这两个泵运行起来。我让它接通，持续的有电。那就找这个23和39，在哪还有？23和39在交流接触器这一块有。刚才看到的是我捋到的，还有没捋到的？但是39到这里还有一个，39通过和下边这个是23，啊23，哎，线头掉了，哈。但是它线头掉了，它也不应该。线头掉了，它应该也吸合呀。你看39这个，39在这儿，39它应该吸合的，这个它应该吸合的。吸合以后就实现了这个说这个自说，就它就一个回路就给它接通了。23，昨天没注意看这个吸没吸合啊，没注意。测一下这个中间继电器的个线圈，线圈电阻看一下，啊，没有电阻，这个是线圈烧了，线圈不好。昨天没想到这一块还能起作用，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水泵下边有些远程控制这一块都没用，端子都没接线，这几个接触器上边都是远程控制的线，没想到还有一路控制水泵的，这样把左边那个不用的接触器倒过来。接上线，来开吧。等一下，它的吸合。哎，这就好。这就好了，接上电，开一下水泵试试。好，起吧。好了，这样两个泵都运行很正常，故障排除了，差一点就翻车呀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喜欢的请给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这个也是一个星三角启动电路，它的电路图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电路图，这个可以扫码看视频讲原理。它这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，这个风行交流接触器也是通过触点来接通开 M2， 同时就断开了时间继电器和风行接触器。这个电路比较简单，比较常见，初学电路的师傅可以看一下这本书《电工手册》。